大家好，我是李乔丹，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鱼座。我的工作是一名职业模特，我的工作范围很广啊，车展、T 台走秀、平面杂志。除了工作以外，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睡觉。很多人都问我，你为什么长这么高啊？因为我爱睡觉啊。其实我特别懒，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表达的一个女孩，所以我近期打算拍摄网络剧，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，从而能够在里面学习到更多的东西。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，我现在也不想谈什么梦想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我就希望能够快快乐乐、简简单单、健健康康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梦想吧。如果非要给我一个目标的话，我希望我能够站在国际的秀场上走一场秀。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，你懂的啊。回想起我16岁一个人来到北京上学，一直到现在大家所认识的李乔丹，其实我也有很多的艰辛，还有一些以至于让我想要放弃这个行业的东西。可能是因为我特别的热爱我的行业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，让我一直走到了现在。作为一个新人，坦白的说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但是我都非常坚决的拒绝了，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做人的道德底线，也是我在这个行业中最基本的原则。像这种通过潜规则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，对于我们这种靠自己努力的人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，所以我希望像这种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正确的理解自己的价值呢？我怎么老觉得自己特别丑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